来，来甲大家讲一下台湾社会运动歌吼，诶，即个简单的历史啦吼。台湾街头运动歌就对啦，乐曲中的台湾魂哦。好来，唱歌一下来。啊，透早出门啊，天清清，规阵啊散步来到西门町，看到规路的警察甲宪兵，全身武装又搁向头前，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变，害阮啊感觉一时心头变，咱来借问的警察先生。是毋是咧反攻大陆，准备战争啊？这个歌呢，啊，做民主阿草啊，吼，对1989乌名单工作室的这个掠工歌内底出来啦，吼。爱站吼，阮拢练这个歌去做算，爱就对啦，吼。好来，过来甲大家唱一个原住民的心声，吼。那路弯多黑呀那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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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踮伫一个繁华的都市，我是下港来的原住民啊，离开故乡算讲是几多年，不知何时才会当来返去，哪路弯道？哦，爱得个纳入万多一个吼，啊，过来刷了的。时机歹歹，我唔知我的头路伫倒位，只想讲要予人看会起。啊，过来的，我心肝内话，故乡你敢有听到阮住民的心声？故乡你敢会知影吼？纳入万多吼，这个歌真趣味哦。这个歌是大家闹哦。原住民的创作歌手的大哥，大概建啊出专辑一定入围吼，啊得一堆奖就对啦吼。啊，这个歌是90年代原住民运动的时阵来唱吼，一直到1999才正式录起来吼，伫这个 AMI 到天亮吼，这个专辑内底吼，这是原住民运动真代表性的一个歌，真趣味哦。原住民写台语的吼，写咱河南话就对啦吼。煞接甲大家介绍朱玉信，嘿。啊，咱卖前买就讲到家己吼，歹势歹势，啊，就吼，迄站就是吼，拢袂去读册啦，啊，拢会街仔路路啦，是拢行街头就对啦吼，啊，就听真侪台语老歌学起来，啊，听到啥物人唱啥物歌学起来，东学西学吼，啊，拄啊有机会吼，伫1991出一个唱片啦，啊，就立志讲吼，我这个歌吼，一定要伫街头会当唱，一定要这个证件发表会吼，摕来做算来录音啊，就对啦吼。所以即摆甲大家唱这个歌吼，也做欢迎乌名单。啊，到吼，阮代去科学迄个老师吼，出国去读册啦吼，啊，怎变乌名单无倒来吼？所以写伊的故事。迄站吼，真侪人拄着这啦，哦，张灿宏啦、李应元啦，啥物种种吼，都约是一大堆啦吼。啊，咱头讲着这个乌名单工作室掠光歌有无？我想因和乌名单这个名可能嘛有迄个意思吼，抗议的色彩安尼就对啦吼。是安怎无当看？古早的溪水、田园甲山，是安怎无当看？兄弟亲情。阿母阿爹，阮阿兄出国去读册，17、18年外，若小可有成就啊，想要回来，予咱知影。
欢欢喜喜准备要回家，大大项拢穿胶皮哦，干那欠 visa 哦 ，visa 入境许可证哈，入境许可哈，我多礼拜就对了哈。啊，这个挂了哦，怎在迄个时代啊发生这个的1990左右哈，的立法院的通过有声啊，讲这个核能第四厂要开始起哈，啊，所以。代代一个学生，甲真侪社会运动人士，就组成这个反核系吼，诶，这个工作队在包围台电大楼哈。迄阵我就甲这个歌改做这个反核的歌就对了哈。是安怎哈？咱这打拼，若无为台湾，这游行示威行过头啊，头壳一空空，伊是要创啥？是安怎啊？三空也无够看，迄妖兽台电哦，佮咱做第四个亲情。反核啊反核啊，艰苦嘛着行。反核啊反核啊，着世界互人知影。反核啊反核啊，无为你无为命。反核啊反核啊，为子孙为性命。爱怎么唱唱唱，啊，就他妈呼呼口号就对了吼。反核呼呼，反核呼呼，反核呼呼。来来来，咱呼口号一下吼，各位同学，吼吼，来预备来，反核，反核，反核。哦，袂歹袂歹，来拍破拍破拍破，所以什么这个歌变作反核进行曲吼，啊了一直到2013吼，啊这个歌收入于这个啊不合作吼反核这个，啊佫真侪这个优质的青年吼反核的歌收入即内底啦吼，所以这嘛算一个社会运动歌真重要一个学习啦吼，不合作吼台湾独立音乐反核集啦吼，好来，过来咱来。唱一下这个台语老歌咧吼，伫80年代、90年代台湾的这个街头运动，常常吼，拢会使用一挂台语老歌啦吼。啊，愈悲情的吼，愈好用啦吼。譬如讲这吼，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的叫我，叫我吼。像这黄昏的故乡有无吼？真悲情，思念故乡，哇，唱个老哇塞声吼，唔是干那咱台湾啊，这个民主运动啊，街头运动定在唱吼，啊，国外这个特别是台湾人同乡会啦，大家呐开会一直唱吼，唱到用要变这个变这个海外台湾人的国歌去啊吼，因为思念故乡嘛，无法度倒来，一直唱一直唱，特别真侪变作黑名单吼，拢无法度倒来，一直唱一直唱吼，所以海外台湾人最爱唱黄昏的故乡吼，几年前我含这个当时长乐团去美国。加拿大吼，唱着像这老大人，还佫好目屎流目屎滴了吼，真悲情吼，这真真悲伤的歌。譬如讲这吼，每日思念你一人，袂伫窗三更，亲像鸳鸯醉，啊不是相随。无意的来听分离。哦，这望你早归哦，特别是这个美丽岛事件了吼，啊，查甫人也爱管我，啊，查某人就大夫出征吼，啊，大概证件发表话吼，啊，候选人徛起吼，啊，音乐开始弹落吼，拢爱袂讲话吼，大家就靠做一片就对啦吼，啊，票就来吼，是迄个时代的悲哀就对啦，啊，譬如讲吼。悲情的歌无，譬如讲这吼、個，蔡振南上爱唱这无、個。嘿，多一只鸟啊，好啾啾多呢。哇，好个三更这半暝找无收获哦。嘿，多什么人啊，甲阮弄破一个收多呢？予阮抓点棒鱼，眼休好嘿好，有无吼？
所以吼、哦，迄个时吼、哦，真流行真侪真逼真的台语老歌伫街头咧唱就对啦吼、哦。像即摆我有台看，即个是即个台湾的新运动歌选，就是咱伫九十年代时阵吼，即、這个台湾街头运动吼、哦，啊有人编的吼，啊就发落大家吼、哦，人手一册吼、哦，听下来唱啦吼、哦。啊，即内底歌吼、哦，譬如讲。哦，台湾魂冲破乌干，就一只高脚故乡的话，台湾比过咱的故乡牺牲完的角色也是王明德吼、哦。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台湾独立歌吼，而、哦、这个音乐家就对了吼、哦。啊，比如讲台语老歌吼，帮你找几红的故乡吼，我那拍开心来问汤吼。啊，譬如讲这个很过来真趣味哦，第一条歌出头天吼，伊写新党进行曲，哎、欸，安那新党吼，哎、哦，讲的是民进党啦，迄阵民进党打成立无啊，古民进党是一个新的党吼，新党成立安尼啦吼。啊，譬如讲咱要出头天吼，是 We Shall Overcome 嘛吼。啊，譬如讲这个咱台湾吼，台湾台湾咱台湾吼，海真宽啊，山真广，这是蔡培慧吼啊，咱的民主运动的先辈吼，差不多1920几年时代吼都。啊，台湾这个民主运动，这个啊，这个文化协会吼，迄阵的歌啦吼。啊，今年是2021年吼，是文化协会100周年吼，所以真侪纪念活动吼，大家听去去参加呢吼。啊，譬如讲毛这个台湾的雕吼，原住民的雕所做的歌吼，建立台湾国吼。啊，譬如讲这个人民全胜利，人民全胜利，阮教会这个哈吼，等下全国人民勇敢起来吼，哈利路亚这个歌吼，教会歌改吼。啊，譬如讲勇敢的台湾人吼，勇敢的台湾人吼，所以这是这个台湾这个。街头运动歌，这个歌谱啦吼。啊，譬如讲，大家拢会晓唱啊，这望春风有无？落叶无伴树顶的，清风对面吹。这嘛点啊较悲情啊，迄阵电影伫街头吼，拢会唱一挂台语老歌吼。望春风一定爱唱就对啦吼。啊，譬如讲乌鸦花吼，乌鸦花，乌鸦花，秋风有吹落地。这嘛较悲情有无吼？啊，比如讲月夜树，月色照在三山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嘛是较忧愁的歌啦吼，譬如讲波波人。哦，就讲哇，咱国家社会破孤孤啦，吼、哦，哦，抱希望就对啦，吼、哦。天着望，目眶红，有无？破甲遮大空，哦，像这吼、哦，就是迄个时阵伫即个啊街头运动咧，讲政见发表会，完了招一堆学生啊，吼，啊来去讲唱。啊，有一摆呢，唱了的时吼，啊，壁起来演讲的演讲者吼，就讲吼，咱谢了。台湾还一直唱悲歌呢，咱敢袂当唱一挂较有快乐、较有希望的歌呢？哎，波破梦、望春风，咱甲锁咧拖底，莫阁唱。未来台湾爱唱一挂有愿望、快乐、希望的歌。呵呵，所以阮遮的学生啊，吼，听听了有所感触啦。所以了后呢，我就特别做一条歌，叫做《万花波芽》吼，甲这个望春风啊、乌鸦花、波破梦歌也唱吼。甲斗斗诶，但是用即个较轻松快乐诶吼，嘛是为着即种要唱歌去助选诶心情所写即个歌啦吼。望春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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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咧望春风，望春风，哒哒哒哒。望春风，你甲咧望春风啊，望春风，我嘛咧望春风啊，望春风啊，来望春风啊。望春风啊，过来换着，我无来波破梦，波破梦啦，波破梦啦，波破梦咧，波破梦，我来波破梦咧，波破梦，叭，愈破着愈大空咧，拍拼咧，无采工啊，借一支螺丝嘛无通啊，拢总摕起咧苦面汤啊。有呀花，无呀花咧，有也是咧花啊，无嘛是咧花。有呀花，秋风有吹落地，无人看见明日
我恨切为下的头不再回月明光光风微微天青无伴独相思啊，咱爱的人要到底当是阮心头酸目屎滴望春风的望春风车轮看去啊拢无风啊望春风我的望春风变数踢的嘛袂通望春风迄间我的望春风几百年来到的望春风啊望春风啊望春风啊新妇啊挡袂住去找庙公啊望春风啊吼、哦、所以就甲这个望春风波破梦乌鸦花月夜树啊，甲斗斗诶，叫望花波摇吼，用一种要去证件发表会、要唱歌作说的心情所写的歌吼，爱就对啦。过来甲大家介绍一条真趣味吼、真重要的歌。迄阵定去这个啊证件发表会吼，听证件发表无啊，定看到这个曾立伟啊、柯瑞珍吼，伫遐唱歌啦吼。啊，除了唱一挂台语老歌之外吼，啊，这个柯瑞珍吼有使用这个啊民间的这个小调吼。啊、来改编做新的歌，比如讲这个歌吼、哦，新看门歌，这看门歌过桥哦，迄款的吼、哦，爱就是咧讽刺吼，这百年吼、哦，这个百年的国会吼、哦，这万年国会才有诶无啦吼。阮阿公阿伯阿死啊，有啊有交代伊哦，叫阮的银纸签名，你着摕来拜伊哦，银纸来伊哦，啊烧酒来伊哦，银纸烧酒你着赶紧摕来拜伊哦。今日就行过桥哦哦哦哦！啊，袂得唱到，阮阿公阿伯死啊有噶，叫咱在做官清白，你都唔通乱来啦吼！正手也要爱啊，倒手也要来啊，那有啊吼！伫咧啊，讽刺这个贪污的家就对啦吼！啊，倒来，苦民党啊，苦民党就是 KMT 吼，谐音就对啦吼！不行在几几年呀、啊，某年某月某时秒，哦吼爱在呀、啊，子孙也无几个哦，过桥哦。迄时你台顶唱了，国民党啊，下开的话过桥哦，国民党啊，过桥哦，咱试看卖哦，啊各位同学来吼、哦，国民党啊，国民党啊，过桥哦，安尼哦吼爱在呀吼，啊阮阿公阿伯啊死啊，有啊有交代哟。叫阮在总统面选，你都唔通传谣，带迄阵就是蒋总统，我了去变蒋总统来哦。哇，怎么一日亲像马可斯罗代，今日就行过桥有诶无吼？啊，阮阿公阿伯死也有交代，就爱全民国会全民解散吼，老七落台吼，种种遮吼，国民党过桥。所以迄阵就是柯瑞珍吼，会当讲是啊，这个街头运动，这个政见发表会的这个御用哦，御用歌手就对了吼。比如讲，伊佫有做这个。万年国会全民改选歌吼，啊，这是对这个的国外的歌吼所改编过来吼，这个万年国会全民改选呼啦呼啦，啊，万年国会全民改选呼啦呼啦，有像咧战歌有无？咚咚咚咚，哦，咚咚咚咚咚咚，哇！万年国会全民改选，万年国会全民改选，万年国会全民改选，吼。啊，譬如讲了后，慢慢社会发展的时，佮有甲这个啊韩国歌吼，这个广州事件吼，吼广州之歌改编做这个啊劳动者正歌啦，啊，这个是华语啦吼。全国的劳动者呀，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吼。啊，这劳动者正歌就是劳工运动吼，游行拢一直咧唱吼，原来是这个啊韩国。八十年代即个广州事件迄阵所做的歌吼，广州之歌啊，所以了嘛，咱嘛看了真侪即个啊韩国的电影吼，使用着即个歌吼啊，比如讲李孔一百有一个真重要的电影叫做《为您的进行曲》吼，内底就是咧讲即个广州的事件。除了即出之外，佫有真侪吼，什么我是计程车司机啦，有诶无吼，一堆吼，你讲的即个广州事件的即个电影有使用即个歌啊，即个歌了后，互咱台湾的即、這个。啊，社会运动人士吼，即、这个劳工运动人士去韩国听到倒来吼，甲改编吼，变作咱的即个劳动者的正歌就对了吼。哦，咱伫即个九十年代街头运动电影听到吼，即、这个歌吼，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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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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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嘿，一生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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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正道正道，吼，这台湾独立的正光，吼，是王明德，吼，音乐家，吼，的作品就对了，吼。啊，比如讲1986，民进党成立的时阵，吼，所做的新党进行曲，吼，出头天进行曲，唔是迄个新党啊，吼，是民进党迄阵是新的啊，所以是新的一个党就对了，吼。啊，这是这个大师级的这萧泰然大师的作品，吼。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啊，这个咱要出头天，这个 slogan 吼，这个讲法啊，伫60年代、70年代，台湾就开始出现了吼。迄个时吼是唱的啦吼，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哦，我心深深，拢无焦急。有一日要出头天，吼，啊，这个歌就是这个全世界真出名，这个。反对战争的民曲吼，反战民曲吼 ，We shall overcome 啦 ，We shall overcome 哇 ，We shall overcome，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哈。所以把这个 We shall overcome 改做台语吼嘛，是迄站定定的街头运动，定定用的这个世界名曲就对了哈。啊，当然啦，今仔咱就小看了解啦吼，啊，短短时间简单讲解就好啦吼。那作者阿哥无讲到，咱另外阿哥有缘再相会就对啦吼。譬如讲，我读大学时代1985开始吼，定来听着学生社团唱国际歌，是咱是很久破的努力吼，也是唱这个美丽岛，我们有咱的美丽岛啊，美丽岛嘛，台语版的，请咱大汉的美丽岛吼，哎、啊，美丽岛。哦，也是国际歌拢去哦，政府禁掉，所以拢是好歌哦。只要政府禁的，诶，册就好册。哦，政府禁的电影就是好看的电影了哈、哦。啊，所以吼、哦，就是吼、哦、啊，90年代简单的这个街头运动歌的历史吼、哦，简单甲大家报告个只吼。感谢大家，谢谢。